犹大的批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的兄弟犹大，批寄给受掉的，伫被上帝得着疼，为着耶稣基督来保守的，愿怜悯、平安、疼痛，加添罪罪福恁。所听的兄弟呀、我本真地意要写批给恁，议论咱三甲有分的拯救。当迄时就不得不着写批苦劝恁，为着做一个交代伫圣道的道理来出力交战。因为有几那人暗箭入来，就是早大声定着要受这个审判的，因是不虔的人，将咱的上帝的恩反当做奉承的因由，也毋认独一的主宰，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恁是已经捌万事的人，但我爱互恁会记得，就是主已经救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未无遐毋信的，阁有天使无收因的本质，离开家己徛起的所在，主用永远的锁链禁收因伫黑暗的下面，到伫大日期的审判。亲像索德玛、俄摩拉以及四围的城，也同因的款来行淫乱，贪欲性的色欲，就受永远的火的刑罚，火地最尴尬。那是这些人也亲像安尼，在因的面盲帕拉三肉体，也表示办证书的亵渎尊贵的，至大的天使米迦勒跟魔鬼三战的时。为着摩西的心思辩论，尚且唔敢用谤毒的话责罪伊，只有讲愿主责备你。第十节，独独这个人，亵渎基拿因所唔知的，佮因本性所未晓得的，亲像无灵性的话语，伫遮个家己败坏，因有知的啊，因为因有行该稳的路。为着在你走从伫巴兰的错误，受灭无伫科拉的危机，因伫恁的好爱惜是最暗的石搭，甲恁相道，因养饲家己拢无敬畏，因是无好的魂，何风吹过去？是秋天无果子的秋，死了个死，拳头拢飞起来，是海的供应。吐出家己通见效的屁，是离开因的所在的星，有乌乌暗暗老地听候因到底永远。阿东第七代的孙伊洛参与这个人讲，看啊，主甲伊慢慢的成而来，来审判众人，来责罪一切无敬虔的人，为着因用无敬虔所行一切无敬虔的事。甲记那无健全的罪人所讲坏恶攻击伊的话，这个人拗拗念万错，照因的私欲来行，因的嘴讲夸口的话，为着在你来添迷人。所听的兄弟啊，那恁着记得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所大声讲的话，有甲恁讲，落尾的时要有气血的人。照因家己无健全的需要来行，因遐个是混动的，叹黑气，无有神。第二十节，若是所听的兄弟呀，就伫恁自性的性家己去做，伫圣神来祈祷，就伫上帝的听家己保守，恩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到永活。有要义的，恁就怜悯伊；有的。恁就抢因出火来救因，有的恁就惊吓来怜悯伊，连迄个互肉体拍拉散的衣服也着厌恶伊。但为照顾恁无着答，也互恁徛伫伊阳光的面前无下厨，有快乐的，就是独一的上帝，咱的救主，愿阳光、威严、关灵、快乐。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拢归依，对万古以前甲现今，直到万世，阿明。